第三十三题，在欧姆定律的实验中，针对某一符合欧姆定律的电阻，测得的读数如下表。表格中缺空的数值应为多少？我们可以确确实实的去带我们的电阻的定义 R 等于 I 分之 V， 然后去算出来我们的原来的一阶段、二阶段的电阻，然后再去算三阶段的我们缺少的安培剂的读数。但是我们也可以直接利用我们欧姆定律的意思，叫做电压跟电流会成正比，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里的电压呢变成两倍的时候，电流呢也变成两倍，所以这里的电压变成三倍的时候，电流也要变成三倍，那么也就是 0.3 安培。所以我们的第三十三题的答案问我们说，表格中缺空的数值应为多少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 0.3。